六除二括弧一加二，百五万人答错。Facebook 呢条得小四程度嘅数学题，你计咗未啊？六除二括弧一加二等于几多咧？全球有342万网民答咗，结果有192万人答九，149万几人答一。你嘅答案又系边个咧？台湾苹果日报就揾咗高中生、大学生同埋上班一族现场作答。6除以2是3，然后3除以3就是9。靠先算会变成3，然后把乘号还原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前面算下来就会是9。因为我算出来都是一，所以然后6再去除以6，然后就会变1。正确答案是9啊。不会算1，就是因为前面必须再加一个框框才会变，答案才会是1。刚刚我一开始也觉得说这边乘是 OK 是可以这样做，可是照来说好像应该从头开始乘除的话，应该是因为这里没有，如果这边再加一个中括号的话才会变成1啊，应该就是3×3，应该是9。哈佛大学要面试应该可以坐在这里。有教育学家就认为4×4人答错是一个警号，是时候反省的教学了。